你这是什么样一个情况？你跟我们说一下吧。是这样的，我跟我男朋友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还挺好的，对我也比较上心。后来我就发现他经常会偷瞄我闺蜜，平时也会拿我跟他做比较，说我这样那样，我就觉得他可能是对我闺蜜有点意思。所以我就想请你们帮忙测试一下我男朋友，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喜欢我。你们在一起大概多久了？一年多。那也挺不容易的。就是你想过这个测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？因为我们年底可能要订婚，所以我不想我以后会后悔。他马上就到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张丽，